呐喊帮候选人拉抬声势，谢龙介卖力辅选，也是国民党不分区立委被提名人，财产申报曝光，被发现拥有的房地产高居蓝绿候选人的冠军。土地是看不是看笔数了，在南部哦乡下，土地一二十笔比不上北部一栋房子，那存折呢一二十本呢比不上人家定存一笔，所以我是笔数多，但是这个总金额是排在后端班见效了。语调讲得很轻松，谢龙介用一贯幽默方式回应，摊开他对外公开的财产，土地部分46笔，房产建物也有13笔，其中一户就在台南成功路上的这一栋大楼，约30坪左右，法拍持有，每坪市值不到15万元。谢龙介家住台南，在台南拥有房地产很正常，不过就连在台北，他也持有土地，就在内湖山区的这一带偏僻山区。谢龙介在内湖山区也拥有3块土地，总计超过362坪，全市信托持有。原地主他为了希望说可以隐匿他的资产，所以说他要把他的土地信托给他人，这是第一种方式。那第二种第二个原因是说，可能是地主他可能欠当事人钱，所以他也把土地信托给这个管理人。谢龙介多笔房产随着财产申报曝光，接受各界检视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